面不能老和你连呀。他要这个嘞，要不看你冷着呢。这个点我给你连呀，我说我连呀，我也回家，我连呀，那是冷着。那我不要。那天这是薅我后脖子。那搁这儿了，阳光到时候那天儿啥不算。俺那可不喜欢哈，哎，这又烂上了，这搁这儿了，阳光烂上了，可不喜欢吃呢。带你这野娃走多了，有要的又不注意。瑶瑶呢？你要看不见也没有事了。啊？这毛见着了。那个都要这月交看的，交看还有25块钱是，我觉得我不会弄那，我叫你给你钱一点妥了，再见脸呢，是不是你？上岁数人，我给你优惠点，中不中事儿？这个10块钱呢？那懒人还要那薄，还不中啊？还啊，真好，要是人买的。我顶那我穿着这里头都，我跟你说事儿，谁都拉差的这，嗯，那好了，到时候往回来找人给。这个你要是能拿着给我给你连罢了，你要要给我也不说25了，你要要20块钱，你要不你都拿个不说20块钱，那你不要都算，我又不是给这管弄的，你这管着都懒着了，他看啥呢？他买个新衣裳给去。都养着那个吃的穿的，你就养着那个穿了，这个谁养都养不了。谁养了？这是保暖，这精良，这保暖真嫩呢。是吧？是。你那家穿都好看。那你这老人家穿也好看呐，跟咱都要再穿这个谁啊？那你琢磨，那个你给个本钱妥了，要那一个。给你10块钱，要要。啊？给你10块钱，要买就买。那不是10块钱。那15，给他付了，俺给他付了15吧。这个还得付，你看这给谁？嗯，雪姐。奶奶嫌15块钱不要，所以告诉他10块。哎，我没看见门啊。啊，付了啊。嗯，守住了。